挽回了。后来他直接鸡腿就，他的鸡腿就直接浮走啊，下去了，跟个智障一样。我真的不会反的。鸡腿。对焦层合适。这边有一只螃蟹，鸡腿再回来。哇，抓到了！他要做桥。我们现在来到 Houston Zoo， 它现在都还有圣诞节晚上的灯，所以还蛮漂亮的。来看有没有动物。这个灯好激动啊！最后把面掉下去，然后等十秒就可以吃了。今天要来吃牛排，好久没吃这个了。这时候泡好像在台湾蛮贵的，可是在德州一般般，不会太贵，但是也一般价钱吧。他都会送一桶花生，丢花生的，还有面包，快餐包好吃。所以它的价钱在美国是这样，应该比在台湾便宜一点吧。你看它的 prime rib 的话，十盎司只要18块，感觉这在台湾可能都要破千，是吗？是吗？想吃 great。把眼前这个肥油吃掉。